以前啊，在工作场合有一个同事，那他就非常的喜欢算命。那有一次啊，他就跟我讲他阿嬷修为有多好有多好。那我们大家就是听的哦，原来他的阿嬷修为很好。他说他带他的祖母去算命，啊，这个算命哦，就跟他说：“啊，你阿嬷你坐好，背着。”几岁就要九十岁，伊讲阿嬷你坐好，你是我一拜，啊，就给拜落去啊，吼。啊，这阿嬷互拜一个，错一条呢，吼，伊想讲啊你就算命，我要来互你算命，啊，你来甲我拜啊呢。伊就甲这阿嬷讲，讲吼，咱的佛性大家拢有啦，吼，啊你吼，你的佛性是足清净的清净，你唔免修，你即马吼，你即马就是好好过日子就好啊。啊，咱这佛性哦，大家根本就是拢免修啦。啊，你都有啊，你已经哦，你这佛性拢未失去哦。哦，啊，就甲阿嬷讲，甲阿嬷足欢喜欢喜。哦，结果当年有三个月就往生啊。啊，伊咧改拜，伊咧改拜，要改讲伊拢免修啊。这个过程它到底是什么作用？其实我们不知道啦。哦，那这个同事他就说，因阿嬷修行原来是这么好，迄算命先啊，都甲叫伊坐好，爱就改拜。我问因讲，大家就问他说：“那你听了那个算命的，拜恁阿嬷了后，啊有拜你不？”伊讲无啊，伊讲叫我爱修。伊讲啊，也不是讲咱的自信本清净，啊那得有修。伊讲对呀、啊，在那个时候我也搞得很迷糊，想要问阿嬷唔免修，啊我得有爱修，这就有玄机啦。恁阿嬷免修，啊你爱修。因为其实那个算命师叫他阿嬷就说：“你自信本清净，你要拜九十回啊，你得清办好清净，清净安尼就单系。啊”叫这少年讲你爱修，可是他两番话都听进去哦，他两番话都听进去，他后来就讲唔免修，然后阿嬷都结果死的时候，伊就困困啊去，啊，足快活的对啊。我说安尼你就是即句拢免修，你逐工困。单好你困困啊去，是不是安尼？所以有些时候佛法会把别人的那一段拿来自受用，可是完全用得很不像样啊。所以有些时候是这种很奇怪的这种想法，就扭曲的啊，是要做修正啊。那讲到这个涅槃，在我们中国的翻译就啊又叫做泥环。那意义，它的意思翻译成灭度或是极灭、无为解脱、安乐、不生不灭，很多很多的语词，其实都是这种涅槃的这种想要把它翻译成那个状态来让大家了解。那如果说灭度的话，就是灭除烦恼、度脱生死，也就是你没有烦恼，而且也没有生死了。那很多人对于这个灭度，没有烦恼也没有生死，可是你在假想中会把它落入什么啊？这个就是对涅槃的误解。他说没有烦恼也没有生死，你会把它定义什么什么？然后我们讲无生灭，你会把它定义什么？不再生出来，是不是定义成永灭？是不是这样？这是涅槃的消极读法，这就是凡夫，因为你觉得生是很恐怖的，所以当讲到涅槃啊、灭度的时候，你就会直接把取那个灭的意思，它是讲灭烦恼，不是灭生，不是灭生。那度生死不是助死，所以又讲不生不灭，又讲生死一如，其实为了要补充，那你不生，不生就是没有生出来，可是也不灭啊，也不是住在不能生的状态，所以就等于生灭其实是我们概念的东西，所以它也不是生，它也不是灭，是不是在所有一切实相中，在所有一切实相中，法界也缘起，所以因缘，然后这里面没有烦恼相状。那又用极灭，极讲理性的极净，灭讲烦恼的灭除，所以意思是证得极净的体性
自然灭除烦恼。烦恼灭除，自然证得极静的体性。所以他极灭讲的一个是体性的极，讲了一个是烦恼的灭，但都不讲到这个色身。但我们众生是因为心色而法，全部会用色身来解释，我们都会用色身来解释，对不对？那如果以翻译上面，玄奘大师他翻这个涅槃讲的是用缘集啊，具足一切福德智慧叫做缘，永离一切烦恼生死叫做集，也就是得无不缘，患无不集，也就是过患啊，烦恼这些没有不宁静下来的。那如果要提升他的说法，应该是说福慧都做到圆满无缺，福也无缺，慧也无缺，这叫缘。三惑烦恼彻底的清除，两种生死完全度脱，叫集。所以永远不会被烦恼生死所困惑，这个叫做圆明极照的心体，获得纯善纯美的庄严解脱，这是涅槃的境界，叫圆极。那这个上面是讲到一个积极的，就是我们众生要修正你消极的涅槃的自我解释，而要了解到积极的涅槃境界。积极的涅槃境界也就是佛的无住，无住涅槃。那我们凡夫一向就是害怕跟想拥有，在有跟想要不有的状态，所以你会想要取证那个灭，取证那个不生。但事实上涅槃讲的是不生的同时也不灭，也就是每一个当下的现在它都没有是非啊，都没有是非。你今天要死了，如果说你今天舍报的时间到了，那什么叫无生灭呢？今天如果说你舍报的时间到了，穿美克莱西尊呢，那你是不是就是安住在自己的这现况中嘛？安住在现况中，然后色身的生跟色身的灭是因缘法，对不对？那你安住在自己的这所有一切里面，是不是也没有生的恐惧，也没有死的恐惧？那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生死的威胁啊？对不对？那至于现在，好，那你这当然知道，我绝对要去佛学院了，本来就要去了，反正我还没有成佛嘛，就是需要师父嘛，那师父就是佛嘛，对不对？那就是佛，然后自然就是应该啊，那不是所谓的强烈的我想要，那是本来的路径，你本来路径。那自然是不是就是路线就这样啊？啊，路线，然后你就是学习啊，啊，学习之后，还没有成佛之前，你一定会有一些意生生的，一定会有意生生，也就是过去的习气种子，或是八世田中未圆满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然后这些呢？因缘到你学习到某一个程度，你自然就会有愿力应该去圆满它，因为那些东西是你的，你还没有完全处理完，于是呢你是不是该走了，该启动了，你就会趁愿再去做自己的事。因为趁愿再去做自己的事，是不是一路还是在现况中？现况中是不是无生无灭？那对于色身而言，是不是生了？是不是生了？啊，这个生会害怕吗？啊，这句讲袂到时会惊袂？会不会说买啦，应该买呗？人就这样啊，真正证悟就真的不怕，是真的不怕，就这样，然后就真的。
就是还是都在现况中啊，在现况中哪有生灭？那个现前、现前、现前是实相嘛，对不对？那就是安住清净，每个状态都是毕竟清净，这样就是心经要修的答案啦，就是要走到这样。那这个就讲究竟涅槃，也就是大灭度，那这是最究竟的果位，最究竟的状态。那这段经文呢，也就是讲啊，因为般若能照见诸法实相，所以啊无所得啊。那因为本来就无所得啊，所以菩萨依般若的法门而好好的修持，获得了心无挂碍。那也由于心不再有挂碍，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了，自然就远离了一切的颠倒梦想，而证得大灭度、大解脱的究竟涅槃，就是这段经文。同学，那这段经文像这样两次解释两次了嘛？好，第一轮解释，第二轮解释。你现在对于涅槃还会有奇特的想法吗？不会，要安住清净中啊，就在清净中读一切。有的时候你清净中在读一切，可是别人他不清净，你会怎样？放下他，知道吧？是不是要放下他？真的要放下他。有的时候你就明明知道嘛，你在看这件事，你看很明白，可是有的人他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非常的坚固，而且强烈，而且有干预性。这时候要不要被他干预一下？他以为他说出来之后一定会干预我们，可是我们如如不动，不被干预也气个跳脚，对吧？只好放下他。你不能虚伪啊。那你会看到众生实在很辛苦，就会变成什么？一尊佛在看猕猴。听懂吗？要如如不动的看他的乱动、躁动。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众生真的很可怜，你要帮他，不能说帮他啦，跟他沟通沟通，要把他拉出来，拨过去，这个还要有功夫呢。众生的执着是比佛的慈悲还伟大。你不要以为佛的慈悲，佛的这个不可思议力量比众生执着大，众生的执着比较大的呢。不，你听佛经听久，哪个才执着？对不对？所以众生的执着最大了，唯我独尊。那这个时候，有些时候他如果弱一点的时候，他的那个尊弱一点的时候，就是契机。他那个尊很大很大的时候，就只好给他，就是尊重他，尊重他，让他自己。他自己在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样菩萨什么都自在，知道吧？那罗汉的话就是那就破搞差不差离，就你是你的事，你不会保留那个不灭啦，对不对？下一句，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三世啊，我们都知道啊，在时间上讲过去、现在跟未来，就是纵向，也是数，就是时间是这样过来的啊，那就是指一切的时空、一切的时代。那这个诸佛讲的就是所有的佛，多数是复数的啊。那空间里呢，横向而言，就指十方世界的诸佛。那十方世界就是遍十方的意思。那所有过去、现在、未来跟十方的所有诸佛是怎么成就的，都依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依这个般若的智慧。那这个智慧怎么来？就是观照来，对不对？所以这些佛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到底觉些什么东西？那他是依观照般若而证得实相般若，然后得了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他这个表达的是他的过程跟他的答案。三世诸佛都是由这样的过程而证得这样的答案。这就是我们整体要学习的过整个全盘。有些时候学佛在听那个答案，可是泯除掉自我过程，那就是没有答案，因为答案不是自己的。那有的人呢就懂了那个过程，然后不知道答案，所以一直在过程里面会以为现在过程累积出来的这个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这样也不是真正的答案。那如果你听了过程也知道佛的答案，然后在自己呢没有过程，那那个答案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就是原地踏步，对不对？同学现在知道过程很重要，答案也要了解。所以当自己有所修行的过程，那每一次体会的答案都要比对一下，要记得没在碰碰的，这种是很恐怖的。也就是有些时候你被自己的虚幻的幻觉或是体悟一点点以为是全部。那前几天呢，两天前在北部上的是普贤行愿品，他已经上到这个常随佛学，也是第八愿。那常随佛学就讲到啊，这个菩萨他如何成佛，那中间呢他一定会得大自在啊，那一定会有就是十力啊，十八不共啊，四无碍变啊，当然还有成佛要具足六神通，像这些呢都是修行里面他会一一完成的。那三世诸佛到最后都有这样的答案，所以如果我们稍有一点点体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简单的可以检核自己，就是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无挂碍了，那自己是不是得大自在，那自己是不是身心不再有浮动，成了我境，那自己是不是在这上面能够在一切当下呢能有超越自己过去或甚至于凡夫的一些能力，那这些都不可以吹嘘啊，这都是自我检核啊，这都是自我检核。有的人可能在这上面就觉得我现在已经有些智慧了，我可以处理事情，那我也看得比较明白，但是有些可能是虚幻的哦，有些可能是虚幻的哦。哎，刚才我怎么在？哎，黑龙安诺安诺，你其实这个弱点还是落在危险的。劣哉是你嘴里跟你心里的知道，但是在实相里面呢，它可能不是你这样的。但最后它其实是毕竟空啊。那这个只是跟同学插话，在讲到说，我们修行有很多是可以自我检核的。那在末法呢？也没有那些大德来为你应验什么了，然后就留下经论。那经论里面呢，世尊所说的这些都自己要去仔仔细细的检核自己啊，不要过度打击。有的人过度打击自己啊，就萎靡不振了，一点点回头的时候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我修行不会成就，也不要这样。有些时候你会在环境里面觉得合理不合理，你没有办法去坚持，那你只要坚持那个责任，其实不是，那里面有很多是你必须持续不断的去做关照跟学习，然后去放下，然后他还是负着所有的责任，而那个责任却一点也没有压力，因为那是借境来练的，借事来修的。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佛陀到底觉了什么，他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啊，还有一切的实相。所以他把宇宙人生所有的一切内容观察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洞彻明白，
然后最后佛陀知道他的真理是缘起性空，有缘起法是性空的，所以佛陀知道这就是真理，但众生不了解，就妄认宇宙万有的这个现象就是实，就是实际的存在，然后四大假合的虚幻的这个身体，以为就是我的真正的存在，所以一直都是这样迷恋着自我的想法跟自我的四大，而一直在取跟执着。佛陀就是觉悟这些，这就是虚幻不实，所以他不被自己的这些所迷，也不会被万象所迷，所以他叫觉者。他觉悟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对不对？那我们在讲这个觉的意义，我们讲成佛一定要自觉觉他嘛，还要觉醒圆满。那自觉叫觉什么？对外是觉悟一切诸法幻化无常，是不是？诸法幻化无常。对内呢，是觉悟人人有个不生不灭的常住佛性，是不是？内是觉悟这个，外是一切无常。那要觉他呢？觉他就是你要先觉才能觉他。那我们现在凡夫也很多经验值是要教导别人啊，这我跟你讲啦，就是这样，是教导别人技巧。所以世间的世俗的这些技巧可以学习，但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是要体悟的。世尊也教给我们这些道理，可是我们要真正体悟才能自觉呀。所以我们可以学很多技巧，很多技能，但是跟成佛不一定等同啊！你做到基础的呀，你做到中红的呀，你做到主宰，你做到安诺，那个就是某一种专业。但是如果你不自在呢，对不对？所以那个是技巧上的。那佛呢，就是先觉了之后，他要觉他，就是先觉觉后觉，众生不能够解脱，就是因为没有觉悟，所以佛陀要帮助大家，是因为自己解脱嘛，所以他看到众生沉沦在苦海里，很痴迷呀、愚痴，所以把自己所觉悟的道理说出来，然后把自己觉悟的这个办法过程说给大家做参考，积极的想要让大家也获得解脱安乐，这个就是觉他嘛。那我们修行菩萨道就是分享，还不能说你在觉他啦，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体解就想要分享给别人，也就是不用到完全自觉之后再觉他。那你这个分享就是大家可以依照这个模式做参考，学习使用看看。那真的要谈到觉他，其实没有悟到某个程度是很难觉他人的，在觉他的过程搞不好自己还很迷糊了对不对？那这个殷切的心是值得赞赏的，所以态度上面要谦恭啊，态度上面要谦恭。那再讲到觉满、觉醒、圆满，这差异就很大咯。自觉、觉他这两种功德都要做到究竟圆满。那就是自觉，这是指慧满；觉他是指福满。自觉的部分是不是从自性清净体性上去修行，最后开发智慧，所以叫慧满，就是从出发心，出发菩提心，依本觉的道理而起始觉的这种学习作用，所以依智来断惑，
然后慢慢的从断见惑到思惑到尘沙惑，终于断除无明。那到三惑圆断，三智圆正，觉到一心的本源，这个智慧开发圆满了，这叫自觉慧满。所以自觉是指慧，觉它是讲福，所以佛就是福慧两足尊呢，对不对？你自觉之后，依最上乘发菩提心，立身，就弘法立身啊。弘法是家务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都知道的，荷担如来家业嘛。弘法是家务，那经过多少的时间帮助众生？以世尊讲菩萨道，经历三大二僧七劫，那广修六度万恨，普遍的、平等的去开示，帮助众生悟入佛之之见，这绝有情啊！那这些事都要做好，都要做圆满，这叫觉他福满。因为这个慧是众生要自发的，你现在给他参考也不等同是他的，所以慧的部分都是要自觉，福的部分呢，你帮助众生，其实他得到了利益，可是没有办法直接转嫁。如果可以直接转嫁的话，那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吃开悟丸，不可能啊，对不对？那我们喝智慧水，不可能啊。我们只有一句叫法水，下一句叫洗铅油，所以法水会让你就懂得自己的错嘛，然后你才会转过那个体性清净的。所以佛从出家，然后一直到菩提树下，夜睹明星，悟道，这个过程都完完全全的是在自觉。之后呢，初转法轮，一直到双林间示现涅盘相，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小段一小段的觉他，我们也是被他叫做间接觉悟的人呢。事实上也是直接由法来觉我们嘛，但是以佛他并不站在我们的眼前，而是以这些经论法身的存在来帮助我们觉。所以佛呢相应在这个娑婆世间的这段因缘圆满了49年，示现觉满。所以觉有包括自觉、觉他跟觉醒圆满。那我们如果说你自觉的部分都没有分数，那你就是随喜随喜就跟大家一起修福，然后在这里面呢借由修福的过程里面也能够把这个道理懂了体解了来觉悟，这个就是借这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自觉。因为你在家里可能在自己的行住坐卧当中已经进入了某一种习惯性的那种习惯的模式，那这习惯模式会让你不自觉，我们不是常常讲不自觉就是习气使然，你不自觉就这么做了，你不自觉就回应了那句话，那所以哪里啊就灯熄了，其实你也摸得到厕所，你也摸得到你自己的床铺跟拖鞋，因为那不需要起心动念。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在自觉的时候除了阅读听经闻法，他必须跟他不熟悉的环境有一些新的接触点，让自己启发，因为这是要证明的。那讲到佛陀从自证悟就是自觉，化他就是觉他，自行化他工作做到彻彻底底就是觉满。所以自觉是就理性，就是理智上面体性上面啊，这理体上面而说，那它的内容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那觉他也就是
悲行，大慈大悲的行为，就是化度的方面。那对象是一切有情众生，对象是一切有情众生，那不是只有我们的同一道的这个众生而已。所以佛说法呢，三界所有的众生他都到呢。依我们来讲，我们就只能做我们所看得到的，你的冤亲债主啊，跟你有来往关系的众生，对不对？那以佛呢，天人师啊，佛世尊啊，所以天人也会来请法，佛也到哪一天哪一天去说法。那对于其他界的众生呢，我们只能看到他色质的部分。那蝴蝶你可能看到彩蝶，然后飘来飘去，你只看得到他的相状，而你摸不着他的法身，你没有办法去进入他的世界，跟他精神的体会，对不对？这就是凡夫跟佛中间很大的不一样啊。那像这个就一定要佛打开了这个佛眼啊，这所有一切毫无障碍。那这个上面众生也看得到他，他也看得到众生。那你说，所以呢，那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你要更跳开，就是更自在了，更超越的去看。只要我看得到的众生，其实都是应该度的人，就是应该共享佛法的人。但佛呢，更超越这一点，也就是只要任何存在的相状，有样子没样子，以什么样的形态，他都可以把他的光明献给他。那众生看得到佛菩萨，众生看得到佛菩萨，这就是地藏王菩萨，鬼一定会看到地藏王菩萨了，对不对？冥界众生，你有愿力的话，一定能看到阿弥陀佛。这样啊，十方诸佛诸菩萨就是这样的。那佛陀就是因为那个愿心，他的那个一念就是对象是一切有情，就是一切有情为救度的对象。他觉满就是解行都圆满，所以自利利他，福慧两足。福是不是度化众生这一块？慧是不是自开发这一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讲啊，功德功德或福慧两足尊，其实它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佛陀是究竟觉悟宇宙人生真理而圆满觉他，也是利他伟大的圣者。所以佛陀具足一切的福跟德，普利十方有情，四身六道一律平等，拔苦与乐，他不会有一个对象的差异，那个心态不会变，就是他那个没有缺漏的慈悲，跟没有高低分野的平等。上上不知道几个礼拜前呢，我就上山了，去寺里，那一天呢就扫地了。扫落叶啊，扫啊扫啊扫啊，就手机响了，手机响了要接手机啊，这个扫把是不是要给它放下去？这扫把放下去，咔咯，我就接手机了。你看这样，就叫不觉，咔咯掉下去，然后我就接哦，讲完重要电话，关起来，要去捡扫把，扫把捡起来说，哇。这个扫帚哦，扫帚啊，磕到一只，一粒，哎叫啥？瓜牛，磕到一粒，一只，一粒。瓜牛是算啥？叫只还是罗雷啦？伊单位安怎讲啦？一粒，一只瓜牛。
扣掉一只蜗牛，那个蜗牛的壳破一个小洞，啊，你会怎样？迄我买晓，迄免你教，我出家人呢。那蜗牛并没有死，可是那壳是它慢慢分泌结构起来的，它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能力再把那一块补好，对不对？你看这个我就无知了，我嘛袂使配出那个膏啊，我嘛袂使去摕粘胶个膏啊。因为那个跟他体质不合啊，对不对？于是我就做了一天的佛事。但那个蜗牛呢？咔咯，然后我在捡扫把的时候，我看到这只蜗牛，它的壳被这只扫把敲破一小点，还没死啊，我就拿它来。说法了，做了一天的佛事，就跟蜗牛说话，说着之后啊，还在给他求惭愧忏悔，还给他三皈依啊，之后放生。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尊重，我们如何平等去尊重众生。那个意愿不会减分，但你要真的做。他的答案，他有没有受到这个佛法的熏修？他是不是往生净土？那个并不是我们直接可以给的啦，你知道吗？不是可以直接给的，但是总是要普利十方有情，一律平等拔苦与乐。那他的苦跟他屋子。被我敲碎一个角，这是事实。对他这个果报体而言，他一定有极强烈的感受。所以在外这上面，我们也有些修行人，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所有一切都圆满，你不要以为是可以这样。只是说在这所有里面也是因缘啊，说实在电话响的这个扫把落下去的点就刚好在他的背上，这说实在是因缘，那缘起也是空没错啊，那我也不会很痛苦到哭哭啼啼哭到现在，也不会啦，对不对？这里面就是你要在这里面看到他的决心，你可以做些什么事，你的意愿，那回向这所有里面就都把它做完，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这一切供养释放，这就是学习呀。再讲一个故事，在多年前，我每天早上四点多起来，天一亮我就去这个公园打坐，因为我要学啦，有那个菩提树啊。所以我就不在家里坐，我就是在公园里精行念佛，然后打坐。然后有一天早上啊，我就一样啊，很早，我都是这样的。然后精行打坐，那精行打坐起来是，打坐完就要精行。那精行在那念佛，一句一句一句念，那一步一步我都走，踏得很真。然后他慢慢走，会走得很快，对不对？然后再慢慢走，佛号就变快了。就他走走走走走，然后走着，不是老鼠了，就是有那个东西这样，那个脚不平，然后就趴在地上，然后停了，让我知道有东西，然后我就把脚抬起来，一直被我踩扁的。神人啊，叫啥？壁虎，就是一只壁虎，它正要横过去这块石头啊，啊怎么那么准呢？啊怎么够准呢？然后这样踩下去，然后起来，它头也碎了，尾也碎了，
整个人都碎了，整个整只都碎了，被我踩死了。这叫误杀，不能见杀，误杀也欢喜啊。啊，那个时候的修行跟现在不大一样，应该十几二十年了，十几年前，那时候修行跟现在不一样。那个修行的时候，让你们笑一笑，就看看，阿弥陀佛，因为我在念佛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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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为啊，他可以得清净，然后自己又很自在的把他尸体拿起来，挖个洞给他埋起来，继续精行，一点都不起心动念。你说那个时候较好还是现在较好？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跟现在只差一个东西而已。那个时候踩到他，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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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他就是舍报的因缘，我没忏悔，因为我太自在了，我太自在了，因为这是因缘啊，实相啊，我没叫你给我打，我也没要给你打，对不对？那我还是有念佛啊，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我很自在，我没有软。而这个呢，破了一点壳的蜗牛呢，我的心有软。而我这个法说的这个法的意愿，跟以前念佛助他往生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念佛跟他说法要往生净土，他会不会往生不知道，可是这里面呢，那个法是满满的把它包起来灌进去的。当时念那个法就像这样听懂吗？我念佛的时候就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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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大力的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进去进去进去，这样没有考虑到他是不是那时候，啊，他现在是在痛，他现在是在哭，他现在在怨我，那些通通没有，当下就主灾啊，还会听有无？可是你在相状上，我那个时候我也没错啊，你任何人都分辨不出来啊，任何人都分辨不出来，我那个时候的修行跟现在修行有什么差？就我自己知道。所以二乘人也有觉悟啊，相当的有自在啊，未能随缘呢、啊，随缘度众就是念佛啊，也说法啦，这缘起缘灭你已经舍报了，你知道吗？听懂吗？所以菩萨觉他的功德还没有做圆满，有些时候还有维系的无明未断，所证的也还不够圆满。所以二乘人呢跟菩萨都还不能称为佛陀，他没有圆满。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三世诸佛啦，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的就是他用德啊，就修正功满，就是因为他在菩萨道的时候发菩提心，然后这个因为所有该修的都圆满了，有始觉契入本觉，所以十本不二，这个叫究竟觉。那用这个德并不是真的得到什么啦，意思是说本有的恢复了。那这个阿就是无，耨多罗就是上，三就是正，藐就是等，菩提就是正觉，所以合起来就无上正等正觉。所谓的正觉，以翻译了哈，讲正觉，正就是不邪，觉就是不迷，所以是正确的觉悟而没有迷惑。这是离颠倒戏论的一种正智。那凡夫在不觉的状态，外道有邪觉，那众生从无始以来妄想执着，所以本觉真心就
埋在这个五蕴中，所以不能够完全觉悟，所以叫不觉众生。外道是因为有一些偏差的心外求法，或是所觉的不是完整的，还有偏差，所以叫邪觉。那他们没有办法称之为正觉，只有佛才是正觉。那正等，正就是不偏嘛，等就是平等，所以自觉之后毫不自私的能够真正的平等，利行利他的工作。那这个就是这个就很容易检核出来。其实很容易我们会看到有些人意愿不高，他就是意愿不高，然后做什么事都是以自己为考量的基础。那你以还没有很稳定的状态之下，没有错，你要把自己站好。但是你已经有了这个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就不要住在自己的那种涅槃了，就不要一直住在自己的境界。那如果有这个菩提心，根本也就不会这样。所以有的是相似相似的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它根本就是不会有抗拒，不会有界别的谴责。那因缘缘现的时候，它就是这样。那二乘虽然也有正觉，他们有正确的觉悟，可是他没有完全嘛。他大部分是自利这个部分做好，但不能够全面的去利他，所以没有平等普遍，不能称为正等，只有佛才可以称为正等。那无上呢？无上就没有比他这更高的了，就是圆满，圆满之外还有什么更圆满？那种较量性的圆满，才有所谓我的比较圆满，那种比较级的。那无上就是三觉圆满，万德具备，没有能过其上，就是自证的上面智慧圆满无上，而利他的这个部分呢，福这个上面也圆满无上。所以这个是为了要让我们修行人鉴别一下啊，自己在修行过程里面还有一些缺失啊，是鉴别菩萨的分证啊。那菩萨虽然也是一样能够所谓有平等心，但是自觉觉他这自证的智慧还没有满，觉他的部分也还有细微的自觉的部分，还有细微的无明，利他的部分还没有圆满，所以上面还有一些空间，所以不能讲无上这样子。所以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九个字没有直接译翻译说哦，他得了无上正等正觉，是因为佛陀的三觉圆满这个德号，为了表示这个尊重，所以 不把它直接翻成中文的意涵。因为中文我们要用好几重好几重的语词去把它这个道理 给表述出来，其实也还没有办法完整这样子，所以还是保留原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刚刚讲到三世，竖上面就是讲时间，横上面讲十方，那诸佛都是依般若智慧而修的。经论里面有讲啊，般若为诸佛之母，就是这样。接下来是密说般若的部分。佛陀教化众生其实都是对机说法，因病与药。那对机说法因病与药，在很多学习菩萨道的人来讲，要应机很难。那说法要倒是可以有某种内容可以说，可是要对机说法因病与药啊，这个药下得刚刚好也不容易呢。他说会过重，有时候过轻，有时候烧不到痒，对不对？他说过重哦，会把人给打急了。那你要过轻的时候，他有没办法真的是起正念的觉照力，当然跟众生那个我执也有关系啦。金刚经里面讲，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因为凡夫着有，所以佛陀说空，有病如果除了之后就应该遣掉这个空，又不取于有无，同时又能不舍于有无，才是中道妙理圆融。赵论里面讲，智人无有而不有，居无而不无，虽不取于有无，然亦不舍于有无。就是智人，就是讲修行圆满的人，开悟的人，他处在有的状态，不会执着在有，住在有上面。而这个内心呢，清净的觉性，了解一切不可得，所以超越了有无，所以居无，但是也不会不发生作用。